你好，今天我讲课的内容是把你带入命理的神秘殿堂。怎么带入的？也就是如何来象一个八字。看，癸卯年，辛酉月，甲子日，甲子时，那么一个八字。我过去讲课说过。关于讲套路与技巧，初学者不要先看八字，不要先算什么六亲了乱七八糟的，先正确的分析这个八字左右关系，会出现什么事儿，怎么回事儿，也就是你必须对十天干、十二地支及十神。有个充分的认识，就是干什么的。第一，咱先看甲木在这里，甲木为森林大木，它跟乙木不一样，乙木是花草树木，它又为栋梁之木。什么时候为森林大木啊？活木，所以甲木分活与死。什么样的是活木？甲木同根有毛，什么是有根？第二，有癸水、雨水的浇灌，这就充分说明它是个活木。这个活木有什么特点啊？应该怎么？你想，你这一个活的木头木，而且有树木。是不是得要丙火的照耀啊？太阳丙火啊，没有光合作用的长什么？第二，需要土的培养、培育、培根，需要土培根。丙火的光合，这才能茁壮成长。看看它怎么样。甲木生在酉月，官星旺，酉月在这里，它是北方出生，天气人到了秋天秋凉了嘛，叫天气微寒，稍微寒冷一点了，是不是金寒水冷啊？金寒水冷又没有丙丁火的通关，注定了本人命理就不太高调。怎么样？水多金，一心想生子水在这里，金旺，这就叫水多伤根，寒水伤根，天气寒嘛，不冷冷水嘛，伤根，伤根伤到什么了？一般嘛，这样这个格局啊，这个木它的根被伤，甲木容易腐烂，腐烂哪里啊？这里为头，这里为脚，容易得脚病。另外，水多木飘，事业不太固定，像这样的呀，还容易得皮肤病。袁世凯啊，他就有很严重的胶部疾病，也就是现在说这个胶上的病，就是皮肤瘙痒啊等等，他是很严重的，也是这一种。这个我因为我研究命理太多了，我见说现在是绝气，那个民国时代治绝气也是很难治的，用中药泡啊也是不好治。明白了吗？再看秋天，秋天的木是不是丰收了？丰收以后我们也要果树啊，木是不是要培一下根呀？所以我刚才说了，需要土的培根，丙火的光合，它这都没不具备，怎么办？有一句话，甲木参天，
脱胎入火。家木不是参天之木吗？说要脱胎换骨啊，必须要有火。我这要讲牵扯着他的，就是说是用神嘛。你看，生在秋天观望，观啥望？无非有两个途径：第一，以印化沙，用印，你心里要有个数，以印化沙，也得用水。显然，金水旺，它不能为用，它不伤根吗？刚才讲了，用什么？观沙旺还要想到用食伤，用啥？火来治观沙，所以我刚才说丙火嘛，这一点要清楚，不是啥都见了伤官配印。哎呀，就是七杀官杀过重，用印化之而生身，他这个就不能那样，必须用食伤，丙火火食伤，用食伤。我过去讲过有什么特点呢？食伤为喜喜用的人呀，是聪明才华是很好的，领悟力也高，口才也好，社交能力是一流的，因为有癸水露出。这个大家要是了解甲木的特性的话会知道的。再分析，刚才我说把喜用了，那不用说土也是他的用神，他俩这个就不用说了，我们要单看。你看我刚才说了，你要分析一个柱一个柱的，年柱在癸卯，癸卯年出生，而且是他的阳刃同根于卯嘛，又有癸水相生，在这里看是不是这位祖上表明他祖上主业很好，那进一步的也看出主业不错，这是主业。我说看一个八字应该一点点分析嘛，这个主业很好并不带他的命多好。看卯酉相冲了，啥意思啊？这位祖上，祖上是外地创业之人，因为他爷爷那一辈肯定要在外地创业，也在这也是他的事业工，也是独立立家，外地扎根，这还代表职业多变，明白吗？这就是。再因为再看子水，是不是也代表他自己啊？做子水，这子水意味着什么呢？你得看，你得这个绝对的啊，知识量丰富，博学嘛。说子水为沐浴，十二长生的沐浴。是不是甲木长生于亥，沐浴于子嘛？这个沐浴性怎么回事？沐浴性实际上是一个后悔之性，做事后悔，怎么后悔的？说明他的性格，做事容易受环境的影响，还有他喜新厌旧，易受环境的影响。这是一个，这一讲就到这里，分析了他的八字，下一讲我要分析他的六亲婚姻等等。